要啥努力？这土豆都长毛了，卖个鬼！姑娘，书读的少就别乱说话，这他妈是猕猴桃。真浪漫，带我来这儿吃饭。闭上！我大哥让你说话了吗？大哥，我给你试试。没毒，大哥，没事，吃吧。吃点，让我试试。大哥，我给你试试，看有没有毒。哎，别跳河，跳河，喝大哥没事。一点点都没有。大哥，我给你试试。这傻逼，你他妈在哪儿雇的？充话费送的。怎么冬天穿风衣这咋有电呢？那不正常吗？静电。那夏天咋没有呢？夏天谁穿毛衣？像我那种有钱人喝酸奶从来不吃甜盖。妈呀，你说像我他妈最有钱人喝酸奶你妈只他妈甜盖。我的妈真傻了。妈妈妈。你家有面条吗？没有啊。那什么，你家有馄饨吗？也没有啊。什么都没有，看你妈了个逼店啊！操你妈的，我他妈这是旅店，那是咋的吧？大夫看病咋的了？我肋叉子疼。太咋的呀？我后面两个刺呢。太咋的呀？我嘎巴当切豆了。那挺好个人怎么能得这病呢？是不是治不了了？不是治不了，关键你得这病我他妈一个字也不会写呀。哎，老弟啊，借我100块钱呗。行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我不借。咋的了？你这100块钱过期了。咋的了？2004年的。我操！不要的就算了，不要，不要了。刀个刀个刀刀，那是什么刀？刀个刀个刀刀，一把杀猪刀，一刀一刀一刀，刀刀催人老。我的青春小鸟已经飞走了。儿子，你上楼下看看有没有酱油。啊，宝回来了。儿子，酱油呢？爸，你不知道要看的吗？你也没说要买呀。那钱呢？这儿呢吗？少说点烟。咋了？医生说过，当你抽了20根烟的时候，咋了？你就等于抽了一盒。滚你妈！你他妈脑子有点病你！你咋能抽烟儿？傻逼！东西的东西什么东西？钱呢？谁的钱呢？不知道啊！你不知道，你管我要鸡毛钱？你好像还逼问你啊？原来你妈呀！老妹儿，你喜欢什么花？我喜欢两种花，一种呢是有钱花，另一种呢是随便花。老妹儿，你长得真美。我哪儿美啊？你想的美。滚！滚！滚！你想的美。滚！老妹儿，你是相亲的啊？头次见面有点紧张哈。老妹儿，你喜欢什么的男生？头圆的。那我头扁你还相不中呗？说话他妈慢声拉油，我还没相中你，操！真牛逼！哎，这天真冷啊，媳妇。可不冷了，咋不背我一会儿？我不背你，这死拉冷了怎么？背我能咋的？哎，你自己走呗，没找腿呀你们。非拉倒，我不走了。哎，媳妇。老表，
小时候咱俩穷，但是咱俩开心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现在长大了，不仅穷，还他妈不开心。寂寞的时候还可以想着你，那该有多幸运。当我孤独的时候，就你一直在找我吗？你胆儿不小吧，一个人来。来，大哥让我来。来，我干他就行。来，我不用了。来，我来。老哥，给我500块钱，我们买大力喝。大哥，你不用买的，我这玩意儿有一瓶，你喝了得了。真香！咋没有呢？哎，老妹儿，你干啥呢？附近人呢？那附近人是你那么搜的吗？那咋搜啊？摇一摇。哎，我说让你搁手摇一摇。我发财了。